我觉得那边应该不是街市，我觉得这边是街市。那我猜一下，哇，这是魔术师。啊，这个呢？这是个佣兵，真是。他应该在小木屋。这个脚印应该是结石了，追。哎，没知道啊。弹射。把分身逼出来，这就行。他想修啊，这个人有想法。OK， 装魔术师，没分身了。因为结石带的是弹射，可以把它放。好像是在修，他们两个人在摸人呢，好像。可以啊。鬼东西！还玩手机？我手机到这边把它锤了。
像是在附近。哟！那这个地方是 BD 模式。这个鸟要不要给他？哎呦，变到尸体了！来，哎，我不着急，反正你套得了。然后我帮你关个灯。肥胖流，既然打不到佣兵第二刀，那我就用杰克打不赢双刀。不然小丑那佣兵一救他就是修炼机了，就很烦。他二挂还能救不人。你月亮了。戴的怀表，我把这车了，这个手。还有棺材。
等一波，两百。有人开机修了，宽彩阁。天气追啊，他没放娃娃，魔术师，谁光过来救？哎呦，亏！还行，应该是卖了。这边把前锋挂了，他没打钻。没人补，这个时候没有欧皇斩。对的，
还行，开局第一把就赢了。直接去设宴，没有结界石，但是有先知，那就意味着。 加速！他不敢下，他不敢下板。 撞的远哦，还撞，他球都没了，这撞的，调试没修了，调试有问题。 还不救，二挂了。他没球了，鸟也没交，我就没让他吸第二只。 魔术师抓了他就他们就救不了人了。
这俩卡电机，这个四合院的电机不能让了。 他们这边要修的。 没修了，前后没修着，他就跑了。 我以为我眼花了。 哎呦，这位置没推进器了，我希望前面有，前面要是没的话就大崩特。 这边肯定结石跑墓地去了，没修电机，这个脚印就是他的。 跑马拉松哎，早知道装推进器了，好像刚才也没有，卡了我一下，跑马拉松啊，难受。 居然不等板子，直接走。
丢丢。我是这么久。好听啊！想到吧？不给机会了吗？喂，血钻，两个怀表都交了，还剩一台完整的电机，已经在开始修了。找到前锋，可以。不修了，跑了，僵尸。说这闪现会不会撞墙？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我要闪。F1 赶紧按。这边教堂出现点开局的话，落地就是推进器。还真是，那无所谓了，交了分钟我就走呗。加速了，nice， 闪现都省了。
个人在跑，好像是机械师的娃娃。哎呦，我想交闪，他不敢交。我要注意他开个球，啊，没开，他开球赶紧丢下来。铁峰有想法，在窗户那边。应该是没想法了。这个闪现真的是逼得怪难受的。哎呦，差点撞了，慌的哟。加速。先不着急打他，他赶不到了。前锋没赶到。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！我干嘛要他板子中间拉锯？机械在哪来着？我没看。晋级位置真的是狗血，太烂了。我希望我的墓地碰到的是杰斯。去看看，我希望是个杰斯。哼。
哎呦，这个魔术师好贼啊，差点给我锯断了。弹射。等他走一会儿，等他走一会儿，然后再拉锯。可以啊，用儿子来挡锯。我这把带传送就好了。他属于卖儿子的。戳到他人，戳他人。What the fuck?哎呦，我卡一下，钻还没打上。这把没了。你看到现在才一挂呢，他还秒救了。拿头打，没有什么卵用啊，这还不是能救。我压迫吧，压到就赢了。哎呦，你干嘛呢？赶一下，赶一下，赶一下，给个面子。残血的，满血的呢？看见满血的了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没那么糟。门口捞人，
这个存点不行，这个存点，因为必须要去射院，射院修的，身边有人修的话，要么就是前锋，要么就是魔术师，绝对不是一个好抓的。看我是什么来着？然后大房子那边有一个人在修，修小木屋，看一下。哎，给击溃了！一定要打中。直接转点，你别怀表，你别弹射，弹射没有，别死了。哎，完了！完了完了！弹无刃了，这波弹无刃了。好像是又给击坏了，亏，有点亏。好像是给我跑马拉松了，这个调音师好给机会啊，他每次都往空地上跑，谢谢了。太给面子了。这边拦截一下前锋，哟，想偷，哟。等了半天，打的是个鸟，我难受。亏呀！为了开球就，不然这个家伙就死了。OK， 卖了，那我走。What the fuck？操作挺秀的哦，秀的头皮发麻了。
先接补了，再把前锋摸起来。等一会儿，他肯定要下板子，不像了。希望这面墙后面有一个推进器。Nice。小木屋有两个人，过去看一眼。没修了，又开始修了。拉球了吧？那我是怎么来着？看这个耳鸣就知道不对劲，拉球了呀！啊？僵尸又捞一波，哎，僵尸天气把僵尸亏了，无所谓，这边两个人都得留下。
刚上面有个人拍了一家电机，跑了，借尸飞了，还差一台。 重新修，整个电机修，然后回去。刚才炸的是他手机，去这个废墟看一下，没有耳鸣就走，救我！ 应该是救到了吧？没救到，太真实了。不是没救到，这是压根没救，他在医院。 找等梯教程，一个机会。前面应该有推进器吧？ 真是，真是没有。但是我看见结石了，他的这个窗户跑了，应该没放娃娃。 还有反冲加速，哎呦，难受！不死了吗？我觉得能挂到 VIP 去。 应该能。他儿子翻出去了，去修墓地的电机去了。我的妈呀，三台！ 骚扰一下电机。
这是一挂死。 修不完啊，这是一台完整的。